而已呢，这么狠。可以把录影传给别人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YouTube is your best chosen。我只要有，没有，他这个游戏有那个重播档，然后我重播档传给你，你找模组一样就，然后那个版本一样就可以。那你我把我下午的那个传给你看。好啊。我们开始点评齁。我被打多久了？我们等一下就开始点评齁。肯定是我被骂烂，放心。很好玩。闪亮，很好玩。我传上去就是想说，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再来玩看看。选歼灭战哦，歼灭战哦，近距离作战是这样。所以各位歼灭战哦，我要把对方干到爆。OK。哎，这仗我好像打过了。你们要玩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玩装甲。对面应该是在这边哦。要玩装甲哦。对啊。那我玩近距离。小鸟，这张地图我们玩过了，可我找到要选另外一张。啊，我要装甲。而且我发现，其实那个现代战争好像还蛮需要，就是工兵去用那个排爆设备。没有，主要是 AI 会埋地雷啦。我上次看过最狠的，他们在自己碉堡下面埋地雷。就是你把对方碉堡拆掉之后，你走过去还被他地雷阴到，超好笑。干好屌，这个真的有屌。虽然我觉得应该是刚好，但是蛮屌的。不管怎样，先说一声牛逼。我直接在这里盖一个阵地好了。我这也可以麻烦你站一下。不行，我现在已经跟对面接到了，我要赶快盖阵地。Reckon down, let's move. Engineer, saddle up. 啊，应该掉个狙击手。黄弹衣。有。待机出待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我们很缺油料，油料点可能要尽量抢下来。反正我这边是已经出事了。Okay, 我现在派人过去帮你了。机枪阵地还立得住手了，现在发现。M27和 M27IAR 有什么差别啊？再讲一次。M27和 M27IAR。IAR 是机枪。OK。Makes sense。哇，他们步兵当回来。Oh, Bravo 6 going down。我们现在是白天呢。没有，我的人死了，所以他会变黑的。死了。哦不，不行。哎，可以 CQB 吗？很可惜，还没有那么先进。啊！那我人都已经在旁边了，没关系，我打掉了。哦，可以 CQB 的话，感觉会很多乐趣。三代可以啦，他三代的 CQB 是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他三代的 CQB 是那个什么啊？你的人用有手榴弹，他丢进去之后会有70%的几率把里面的人赶走，然后你的人会住进建筑，啊，剩下30%会直接将里面所有人歼灭掉。有啊，你这里有、哦，这是谁的兵啊？我的吧。我的。我跟 Joseph 一起。我在上面架机枪。你的悍马打下。看我的悍马怎么不攻击？狙击手，狙击手，撤退。有看到了，我的机枪兵要先哎、欸，我撤退是 T 哦，好吧。这个头皮，右边出事了。我觉得我再往前推一点，就在这边了。我等下在右边架个机枪阵地，我就好了。啊！看我没有来得及打我的机枪。汉马出事喽！好吧，这正常发挥而已。
常的。可是正常发挥。哦，靠呗。好，我刚说了机枪兵要住，缺油量，对啊，很缺。哎、欸，就是，哎、欸，我旁边是救生服。No， 我的机枪。救生服，前面卡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需要支援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们被破炮兵了。欸、这里上场好像是我在守，对不对？被破炮兵。我需要有人把这个东西拆掉，不然我的机枪打不到，尴尬了。我需要先把右边的油料点守住，所以中间的话可能要闪亮。知道中间这边吗？这边我尽量。这个反弹能力。They're hitting one of our forward emplacements, trying to take our territory. 先把贾布林给叫出来。我很好奇，那个遇事不决，贾伯利爆的话，然后给他用 M82， 那他会有狙击枪的视野。好问题，狙击手在大概这边。They're hitting one of our forward emplacements, trying to take our territory. 这里可能先暂时无法往前推，先想办法巩固这个战区。要存能力哦。哦，对面是 China。哦，有先往后退哦，这个不太妙。保队，保队先驻中岛，先至少保持他的健康。就是我撑着你，看我可不可以协助你。OK。哎、欸，我的步兵班死了。你这模式，你这模式的话就跟欧洲战场一样，就是大家都死很快。我的能力有点够，这模式就不是那么快。扯了吧，这个死亡速度。拉低野兽太快了吧？怎么这么慢？现在人力资源稀缺啊！我天、啊。我觉得油现在比较紧。我已经尽力在盖那个油料点了。我那个机枪兵没有动作的意思。中间如果有东西挡着的话，那他会看不到。OK。上打下什么的是不存在的。靠，让我干！哦，李雪他们就 ATA。在一个机枪阵地的中堡，他们就 ATA， 完了。这边看可不可以有火力打击，很需要。我的。我可以加在哪里？加。我有一个工兵突然全部消失了。Shit！ 这边哦，这边超哦。他们发现弱点了。那个，我在加机枪。跟上次一样，啊、你们我中间闪亮亮机枪掉了，不是闪亮亮，不好意思，萝卜，不是萝卜。哎、欸、，Joseph 这边防线。哦，你说这边哦？你放我马上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这边上，我现在叫你。你跟我们的防线要接在一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。他冲进来了，我的 AT 要撤。
对啊，不能盖。领土范围内啊。你的史崔克可能要多一点。OK。他们现在有 AT。机枪不要退。We have a secure sector under attack. 然后枪兵帮你用掉了，你回去了。救世傅，我看这里要不要再盖一个反坦的？好。看我中心掉，萝卜萝卜，你这边再多盖一个，帮我盖一个机枪堡在这里。我知道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可能需要布站掩护。我来了，只是敌方有一个破炮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啊，那破炮有点。完爆，我还没有。等一下，你先撤，先取消掉。把那个东西处理掉。OK， 好了。说。OK。干你鸟狙击手！难怪我步兵班都不见了。那狙击手很狡猾。好。我要回去了。啊！我中线还不行，壮烈牺牲。你没有盖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被他打掉。我现在那个，我操！一下我被突破了。我中间就要崩了。谁叫炮击？叫！是我问题吗 ？DPI 好低哦。我的机枪兵就这样没了。我们是拟真模式，你机枪兵要么就是住进建筑物，要么就是躲在沙包后面，绝对不要放在那个空框处。那个你先取消掉，先取消掉，这个取消掉就好了。不盖吗？不盖不盖，我已经先盖好一个了。那我继续先堆沙包。好。把缺口都挡下。然后那个要盖 AT 哦。敌人拆的速度有点快，那破炮太麻烦。用破炮，找不到破炮在哪里？我可以开卫星，可是我要拆的重。载具还没有足够多到可以让我肆无忌惮压进去。这边有一个狙。然后那个萝卜，你帮我建一个那个机枪阵地在这里，然后往这个方向看。OK， 好，我先收集一下人力。然后你们战车如果有损血，记得要叫工兵赶快推到二线去修它。需要一个侦察兵。
但是没有侦察兵，只有狙击手。狙击手可以升级的侦察小组。115，有点贵。我觉得现在叫那个布莱德利好像有点夸张。会觉得，但是我还是会叫布莱德利。RPG，RPG，RPG， 快跑啊！还是叫布莱德利的那个反步兵。哎，你叫一次啊，我叫一次。我相信我可以命中。看一下我标枪要丢哪里。标枪阵地。哇，等一下，那个我工兵在后面，你赶快过来。标枪。我直接开回家。他为什么会走那边啊？干你娘！有点刺激啊。敌方空中载具。敌方有空中载具。Joseph，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摧毁掉。没事。这是直射武器。这个我要怎么丢？这个我要怎么放 ？Ready. Reinforcement underway. 为什么我这台动不了？为什么动不了？我找到敌方破炮了，这个位置。哪里？我这台是不是被卡住了？它怎么动不了？我再标了一次。是，是啊，后绕后。啊，它动了。啊，弹药不足，弹药不足，弹药不足。啊，一二五，我要往前冲去找那个破炮组。我看这个位置打不打得到，不过他打不到，只能用标枪处理。撤退啦！快点25就好了。这边机枪阵地被炸掉了。那我也没办法。我们这边就被撤袭了，快出事喽！收到。我先去帮中间，我先不退。我们那边被压制。我要叫一个109出来跟他对干。好，谢谢你109。哇 ，AAV7，你怎么在？我跟你说 ，AAV7是反步兵的。好吧。跟你讲，我步枪兵死掉了。靠！哎，他们有那个喷火兵。这边需要重新占领。炮是停止了吗？收到。这波你冲太快。哎呦！看，中炮就在这边。看一下哦。不往前。看一下它的范围到。为什么我这还是动不了？为什么我的车辆在燃烧？跟他完全。OK， 我应该可以抓得到那个破炮。如果他还在同一个位置的话，破炮走了。我会去站这个点。破炮吗？哎呦，破炮中了！破炮中。也让我得知后炮的重要性。我差点没有空间尖叫东西。就是压制那边。破炮还在啊？这为什么我的布莱德雷都不能控制啊？你进入平行世界了吗？有可能哦。他不受控。这都是我点要控制，他都不会动。那是进入那我跟你那个是因为跟我的连线关系。
刚不是跟你刚不是提到说你的品质很低吗？就是只有红色的那个，跟那个有关，就是简单的说会有延迟。哎、欸，还很特殊的延迟。Joseph， 我的 AV 要先后撤，因为他半血。OK。来靠罗伯，你的炮车。哎、欸，我就炸了。我往后，那个有。就一张那个破炮的那个。后退啊，后退。快走，快走。哦，破哥，这个中了。哇哇哇哇哇！中了，破炮打掉了。靠腰，我差点死。是谁的？你帮我修一下哦。然后继续干那个地上阵，我损失一名工兵啦。等下女仆那边需要修吗？我的也要。你的是下面那边吗？啊！他的 RPG 干你娘！干掉他们，快点！开炸！哦，小鸟帅哦！敌方破炮在哪里？家里那给我打掉。那就炸他家，谁准他盖房子的？没关系。我那个小鸟直接开全图，好爽。我的流弹在冷却，你不要往前。啊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再拖下去。哇，好感动！我第一次听到闪亮讲这句话，好真的。弄啥事？我跟你玩游戏。这台要爆了，知道，但我好，去砸他！快点撤，你快点撤！我已经在动了，他已经延迟到我快要疯掉。还想跑啊 ？Nice shot！ 我操！太准了吧！啊，这个狙击手，哇，他的装甲，那个狙击手笑到我了。我两台 rider 的，我一直动，忘记动他，好惊喜。干，我的狙击手踩到鬼雷了。这边谁可以帮我修一下？快快，啊！没有人，没有，不用了。我的，我很延迟，然后人都死了。这边人，谁的机枪兵？快点加油！有，我要过去。为什么我的机枪兵不开火？为什么我的机枪兵不开火？他想不开。冬天怎么剩一个人？点了十下，我拉兵怎么都爆了？再动、欸！你有没有步兵可以跟我一起往前推？你没有看到他的站点吗？我要站那个目标点。等一下，他们鬼就鬼了。N two， 可能要几？他们有破迫击炮，他们有迫击炮。在你旁边，我很怕。哇，他妈的在打你！他妈的，你的后面才有敌人。睡哦。哎、欸，你看我的布莱德雷，为什么他站在后面都不动，对不对？哎哎哎，你后你的布莱德雷。啊！我觉得这可能要换个换别人开了，因为那个闪亮亮他连不到 我这边的网。
就是诡异。他现在是还在失控，控制不能控，他没有失控，只是控不了。他们的迫击炮火力一直都很猛，但他迫击炮把我们步兵炸光光。真的，我看到了，在我找不到，哦，炸弹在这里，这边看到，这里有一个，对，喊一下，开个眼。了解，我的第二台炮车出来，快快开，快开，我需要开个眼。我需要眼。好，啊，他跑回去了，好可爱哟，喔！我第二台出来。快把我的两台过来这里炸掉！我攻击这里哦。那我攻击下面。给我撤掉！啊，他妈给我撤掉！我这两台要回家。不行。丢个战斧啊！丢战斧，丢小鸟二九号。没有，我炸敌人建筑。密集攻击。你好，我战斧。第二轮。啊！我的啊！我的战斧嘞！我来了。哦！我的耳朵。我没有想到。我的耳朵。Mega！ Mega！让那炮车打掉。哎，欸，那个萝卜注意啊，这边还有那个破炮在攻击。有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在用109去打那破炮。在这里，破炮在这里，对，好。现在第二台还在 CD 中。好，换我。再标记一次。死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。靠边，这里了。我要开始叫我的机械化。哦，这么刺激！我看到了，很刺激。对，那边的破炮，贵贵的海炮，那边的破炮被打掉。那个萝卜跟不是 Joseph 跟闪亮，你们可以的话，看要不要从对方家里。我正在轰对方的家。我好像冲掉，我很早就很想冲。没有，你们慢慢推，慢慢推。我先把点都拉。不然我刚刚集结了三台布莱德，就因为控制不了，所以两台就被迫击炮炸掉。对不起啊。是啊，现在有我们的109出来，就不用太担心。我直接把他压在家里。哎，109是个好东西呀，啊。这个油料点可能需要帮个忙。十万海豹，是海豹。现在弹药极度缺乏，因为我们也在炮墙很充击。哦，我们弹药跟他们弹药不共用。我去站这个点。对他们先压一个敌方破炮。那边有眼吗？我可以开给你，我开喽。我在开，我在打。等大家先不用跟忙，不用太快过去了。等。那好，够了。自己看得出来。Yeah, I saw it. Direct hit. 我要开始站他们家。哎，一万，应该开在这里的。一代有个诟病，修这台。一代有个诟病就是机枪阵地它不能随意转弯。完了 ，AT。
撤。我没有办法盖前线基地。你要看那个。这个点有点难。我没有办法盖前线医疗站。哦，是吗？我派狙击手过去，等我一下。我叫 N1 出来。再过去了，再过去了。我从后面绕。有一个剩一个家、哦。你惊死我呢？不要再往前，不要再往前，那台。N3，退。说，因为我刚有一辆109在那边，先取消。好，我取消了。请问一下，那台 N1 是酒驾吗？对，你车子摆正，车子摆正。我派一台 N1 过去。不让我占领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用人，你的人去占。用你的人去站，我怕直接反掉了。他看站到一半就站停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延迟害我损失了一个工兵，工兵池。把我的艾弗拉姆斯。艾弗拉。哦，撤退！现在都打载具战了，没有人再打了。有啦，你还是要铲步兵啊，不然会出事、欸。罗斯福，我现在可以帮你卡住后线，但我前线需要你打，因为我会延迟，但我后线可以把它用延迟的方式去卡住。OK。你的载具往后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东西穿过。那、哦、我就先往前了。没有，你先往后，我直接在那边盖一个机枪阵。没有，我说闪亮这边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再往前。嘿、欸，没吓到。对，德林怎么出了？出不来，他抽海报，妈的！快！我已经按了30秒，他他妈死不出。没，按一下就好，之后不用管他了。那我超级想站这个点。超级想站。那你叫那个谁来帮你处理啊？叫周师傅帮你处理啊？哪一个？他要站这个点，只是他的海豹部队30秒都不鸟他的话 ，OK， 一定是无线电干扰了。女仆，我觉得你可以往前推了。你的下面那两个，可是里面有步兵啊，又有不知道的东西呢。我帮你开眼。而且你要我一发战斧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冲啊！我帮你打右边的。好，帮我做那个战场主角。我 N1 要出去。什么东西？你要撤了，你要撤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这边？我看到它是一个方块、欸。战斧好，战斧导弹过2分钟才下来。我已经好了，我战斧已经好了。你们看这里是不是一堆箱子啊？我看。
看这也是一堆箱子。我没有，我看那边是瓶子。对啊，我看那边也是一堆箱子。我跟你说啦，你那个大概就跟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看过《变形金刚》第一集哦？《变形金刚》第一集里面，他们叫空优真的是用打电话的方式，跟人家借手机，还打客服。对，他打到客服。可是他们在那个，在那个叫什么？沙漠那一集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？加一第一好像第一集跟第二集。我要先叫一轮报警之后。那我看已经是中OK， 赢了。那好像都没东西，你还叫炮击？那个英雄联队有没有跳出我的延迟？我跳出你们三个延迟为26秒。对啊。英雄联队的延迟很好玩，就是有一个人会进入平行世界。对，我现在是在平行世界里。对，你会在平行世界里面，不然改一个人开好了，还是换萝卜你开？我是宿舍网络。哦，这已经跳胜利了。你看，对，就是突破。我开，已经结束了，还是你们结束了吗？我们结束了，我们结束了。哎、哦，那我们还是我开，我开。好、啊，还要现代吗？还是换对抗吗？我都随便，还是你们等。不过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重开网络看看。好啊，你重开网络看看好了。好我还我来，还是我来开好，还是我来开。我重开。我们讨论一下要不要换主题。我先滑一下手机啊。